我是草莓姐姐 ，Strawberry。我是柳丁哥哥 ，Orange。我是太阳哥哥 ，Sun。还有我月亮姐姐 ，Moon。我们是 SOSMM 大乐队。很多动物伙伴呢，有小青蛙馒头，呱呱呱，还有小飞鸟莎莎，啾啾啾啾啾，小猫咪小恩，喵，还有小狗狗大头，哇哇哇！今天你们怎么都变成这么可爱的小动物啦？因为我们学校要办一个动物音乐派对，我们在练习呀。哇，动物音乐派对听起来很酷哎！没错没错，我印象中有一首歌很适合当动物音乐派对的主题曲哦。我记得歌名叫做就是这一首歌《动物音乐课》，真的很好听哎。怎么样？我很等你们吧。耶！对呀、啊，哎，大头啊，你们可以在动物音乐派对上面表演这首歌啊。哇，好威好威！可是只有一首歌，好像不丰富耶。对呀、啊，小动物那么可爱，应该要多一点音乐了。嘿，赞成赞成。小动物，那我看这样子好了。我这么可爱的小飞鸟，这么迷人，啾啾啾，啾啾啾啾。什么声音啊？啾啾啾啾。喂。原来是太阳哥哥的长笛哎。没错没错，像不像小飞鸟的声音呢？像。我们其他人要不要也试试看呢、啊？好啊好啊！换我换我，谁要当小青蛙的声音？我，我的刮胡可以哦。好哦，呱呱呱，呱呱呱呱，呱呱呱呱呱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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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馒头，你的小青蛙叫得太快了啦，我手会跟不上啦。换人。嗨，我是小猫，有谁可以帮我吗？小猫哦，我用乌克丽丽试试看呢。喵喵喵喵喵喵，我觉得
好像不太像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带我的长笛带来试试看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我觉得还是比较像小鸟的声音呢。对呀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大头，你可以用你的小提琴试试看啊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嗯。喵喵喵。喵喵。喵喵。喵喵喵。嘿，不管你怎么喵，我都会跟着你，我很厉害吧？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现在换我小狗狗了，应该很简单吧？哇哇哇哇哇！啊！我没有听错吧？再一次哦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啊！弄错了吧？我是小狗狗哎，不是乌鸦耶。对啊，柳丁哥哥，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声音好像不是那么适合啦。哦，那个啊，其实啊，我是想让大家知道，原来啊，用小喇叭也可以做出乌鸦叫声的效果哦。啊！我知道了，那让我来帮大头试试看好了。啊，不像啊！那我也来试试看。我的沙铃好像也不像哎。啊，都不像了，怎么办呢？大头大头，没关系，让我再来帮你试一次哈。好提议哦，我们来演奏一首很欢乐的歌送给大头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也来帮忙。好。哇，感觉好多动物朋友都从家里面跑出来了耶！大家一起手牵手向前走，参加派对去。我也要演奏一段，我也要一起。怎么听到后面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开心了耶？对对对对对，有一段很不和谐的音乐在里面哦。刚刚有演奏音乐的请举手。草莓姐姐的刮胡是青蛙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声音。哇，有柳丁哥哥的小喇叭哎，那就是说有乌鸦。对，就是乌鸦。我想要再强调一次。这要强调什么啊？强调小喇叭真的可以做出乌鸦叫声的效果。再听一次。怎么样？很清楚吧？说到哪里啦？对的，对的，对对对，听了月亮姐姐跟太阳哥哥的音乐，动物们都跑出来，好开心哦！好开心，馒头，你还有说啊？手牵手向前走，参加派对去！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一起来，动物音乐派对要开始啦！姐姐，可以把刚刚这些演奏的音乐再教我们一次吗？对呀，我们一起学会就可以在学校的动物音乐派对上演奏了。耶，我们都要学。好呀，好哎，好，那我来点名一下哦。我们的音乐需要
太阳哥哥的长笛，有有有，在这里。还有月亮姐姐的乌克丽丽 ，OK OK， 还有我的小喇叭。大家，你们想要加乌鸦？不是小喇叭的声音吗？加我！哎呦，乌鸦的声音也很好听啊！拜托拜托啦！我看哦，干脆我们大家一起演奏好了。好啊，我们可以演奏动物音乐课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这个是长笛的声音哦。竖笛的声音，这个是小提琴的声音，对，我想这就是小喇叭的声音了，还有乌克丽丽的声音。这个欢乐的音乐，感觉动物们都跑出来玩了。啊，这个音乐听起来不太和谐，好像动物们在吵架哦。哇，动物音乐派对是不是很热闹呢？你发走，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吧？这个是一种游戏哦。想知道怎么玩吗？跟着我们走就知道。Go！ 今天我们要用身体来玩音阶的游戏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对不对？有七个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我们现在只要先玩哆来咪发嗦，有几个？五个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哥哥姐姐喊到什么，你们就哆，要蹲下来。我觉得瑞跟巴很大声，对，我觉得其他的应该可以跟他们一样大声。月亮姐姐说要从嗦开始，对不对？回到哆哦。好，预备备，大声唱，嗦咪瑞哆，很不错哎，嗦咪瑞哆，越来越高，地好高哦。那我们要很顺的，要嗦咪瑞哆，是下楼梯的，下楼梯，好不好？要注意听，你们要。很好，很顺。我们这次超级无敌难的，就是呢，要哆瑞咪发嗦，嗦发咪瑞哆。好，连在一起的，连在一起哦，断掉哦。那我们先慢慢的一次好了。哆瑞咪发嗦，嗦发咪，咪咪咪咪呢？咪呢？这接下来是什么？咪。都想说好久，有点卡卡的，有点卡卡的。准备喽，预备，开始。哆来咪发嗦，嗦发咪来哆。有没有？我觉得比刚刚顺好多，非常厉害，而且越来越大声了。刚刚是慢的，我们通常呢要挑战极限。哦，再快一点。哆来咪发嗦，嗦发咪来哆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
准备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哆来咪发嗦，再来，嗦发咪，来哆。刚刚你知道什么吗？刚刚 Ray 睡着了吗？不是，因为刚刚 Ray 在想说他的音是不是不对，他调一下音，像钢琴，钢琴要调音一样。Oh, okay, okay. 对对对，我们再练习最后是音阶的部分，预备，开始。哆来。有错，另外一个考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们既然是大乐队的话，我们要加上乐器。哎，你们都知道哎。哆来咪发嗦，嗦发咪来哆。阿东。哆来咪发嗦。最大声。嗦发咪来哆。拍拍手。觉得他们 OK 了。节奏欢乐跳，唱唱唱！哈哈，今天我们要玩的节奏跟。你有关呢？喂，今天要玩刷气的节奏吗？不然怎么跟我有关系呢？哦，不是哎，是因为今天的节奏很简单。好哟，我是大头哎，这种简单的节奏就交给鸟弟哥哥。没问题。不管啊是简单的、困难的、帅气的、悲伤的、忧郁的、快乐的节奏，通通交给我就行了。草莓姐姐，请出题。好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第一个节奏吧。第一个节奏要像这样 ：kick k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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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ck。那个我会，我会，我来，我来。耶，我也会，我也会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呦，我也会，我也要一起来啦！哎，还有我们，要啊，一起跳了。好好好，那大头，你们有准备好你们的乐器吗？当然有啦，我们有准备自制的木鱼。哇，好棒啊！小朋友，你们也可以准备好你们自己的木鱼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玩节奏了。好，大家一起来喽！预备备，开始！踢踢踢踢踢踢卡，踢踢踢踢踢踢卡。好好玩哦！哎，那还有吗？当然有哦！现在我们就一起仔细听第二段节奏。要像这样子哦，踢踢踢踢卡卡卡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，要一起来哦！预备备，开始！踢踢踢踢踢考考踢踢踢踢考考考。那现在是不是要连在一起了？没有错，有一点复杂，所以要仔细听好哦。踢踢踢踢踢踢考，踢踢踢踢考考考。kick k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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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ck。 哇，好，想好了吗？那我们要一起来咯。好，预备备，开始。 k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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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ck。这么好玩的节奏，怎么可以没有舞蹈配合呢？这个当然要交给我啦，哈哈，节奏女王。还有我们是节奏好 partner。Come on, go！ 第一个节奏呢，大家可以这样做哦：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很简单吧？现在大家一起来试试看了，预备备，起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很好。那接下来第二个节奏就像这样子哦，
前面闪闪，右左右，后面闪闪，左右左。来，大家做一次咯，预备开始。前面闪闪，右左右，后面闪闪，左右左。接着呢，就是要把两个节奏混在一起试试看咯。先看我们示范一次，预备备起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前面闪闪，右左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后面闪闪，左右左。看仔细了吗？换你们咯，预备备起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前面闪闪，右左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后面闪闪，左右左，左右左。那边的节奏听起来好像有点乱，不整齐啦。这个节奏要很专心，刚刚有点昏头了啦。对呀，再看一次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那这次要专心一点，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做一次咯。预备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前面闪闪，右左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后面闪闪，左右左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搭配音乐一起来玩节奏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就 music go。闪一闪，右左右，闪一闪，左右左，闪一闪，右左右，闪一闪，左右左。连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前面闪闪，右左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后面闪闪，左右左。哆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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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哆，瑞咪发嗦，恭喜姑姑，小猫喵喵，小猪啰啰啰。今天又是美好天气，大家来唱歌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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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是不是很可爱呢？希望你们会喜欢呢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羚羊哥哥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请按下订阅键。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请看这边。